我今天很舒服。你累了吗？我很喜欢看电影。你喜欢你的工作吗？今天很冷。今天你忙吗？你喜欢什么水果？你周末过得怎么样？你喜欢看书吗？请给我一杯水。这是我的错。我在想你。你喜欢去哪里度假？我喜欢看足球比赛。小心。我不理解。我叫李华。我们去郊外走走。今天很热。你常去电影院吗？我喜欢打篮球。
这里有便利店吗？这里有便利店吗？你的笑声很好听。你的笑声很好听。请别担心我的事。请别担心我的事。你喜欢哪种食物？你喜欢哪种食物？我会尽快回来。我会尽快回来。你会打篮球吗？你会打篮球吗？我不太了解这个。我不太了解这个。我需要一些空间。我需要一些空间。你几点下班？你几点下班？我喜欢喝茶。我喜欢喝茶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还没看过。我还没看过。真是太好了。真是太好了。他会理解你的。他会理解你的。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？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？我很高兴为你服务。我很高兴为你服务。你喜欢做家务吗？你喜欢做家务吗？你需要帮助吗？你需要帮助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25岁。我25岁。你今天忙吗？你今天忙吗？
我需要看医生。我需要看医生。你喜欢读书吗？你喜欢读书吗？我今天不想玩游戏。我今天不想玩游戏。你喜欢买衣服吗？你喜欢买衣服吗？我可以试试这个吗？我可以试试这个吗？我讨厌这里。我讨厌这里。你会打网球吗？你会打网球吗？你错过了很多。你错过了很多。请不要打断我。请不要打断我。你喜欢跳舞吗？你喜欢跳舞吗？你喜欢下雪吗？你喜欢下雪吗？我感冒了。我感冒了。祝你早日康复。祝你早日康复。你工作吗？你工作吗？我感到非常幸运。我感到非常幸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最喜欢哪个城市？你最喜欢哪个城市？你喜欢吃酸的吗？你喜欢吃酸的吗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是个好朋友。你是个好朋友。我感到非常愧疚。
我感到非常愧疚。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的。我要去超市。我要去超市。我喜欢喝咖啡。我喜欢喝咖啡。你吃过中餐吗？你吃过中餐吗？这是个好问题。这是个好问题。你喜欢旅行吗？你喜欢旅行吗？你真是太棒了。你真是太棒了。我每天都锻炼。我每天都锻炼。请告诉我真相。请告诉我真相。你会弹钢琴吗？你会弹钢琴吗？可以刷卡吗？可以刷卡吗？我不同意你的看法。我不同意你的看法。这本书好看吗？这本书好看吗？我不喜欢这个。我不喜欢这个。请记得告诉我。请记得告诉我。你喜欢中国文化吗？你喜欢中国文化吗？你要什么样的生日派对？你要什么样的生日派对？我单身。我单身。我有点累了。我有点累了。祝你快乐。祝你快乐。
你有护照吗？你有护照吗？这里很漂亮。这里很漂亮。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？你想去中国旅游吗？你想去中国旅游吗？你是哪里人？你是哪里人？我想吃东西。我想吃东西。你玩什么运动？你玩什么运动？你会骑自行车吗？你会骑自行车吗？你喜欢旅游吗？你喜欢旅游吗？我迷路了，你能帮我吗？我迷路了，你能帮我吗？你去过中国吗？你去过中国吗？我喜欢这道菜。我喜欢这道菜。你找到了吗？你找到了吗？这里有 WiFi 吗？这里有 WiFi 吗？可以帮我吗？可以帮我吗？我很喜欢。我很喜欢。请让我一个人静一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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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